二个点三分啊，会捧圣灯不如画，会打鼓这个把不崩啊，会念经风水画，他会扫地这个画随灯，他会点灯，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，想要换来慢不忙，老师傅一解忧了气，要打徒弟整八名，眼看徒弟要挨打，从外面的五位元庸僧，那么高从三人十三位，立起了后院数玲珑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高塔第一层，一张高桌四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佛一口清，这个一个木子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整四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个饶佛三口清，这个三个木子三盏灯，三个金铃十二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十条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个饶佛五口清，这个五个木子五盏灯，五个金铃二十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。七张高桌二十八个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饶佛七口气，这个七个木子七盏灯，七个金铃二十八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桌三十个腿，九个和尚九本经，九个饶佛九口气，这个九个木子九盏灯，九个金铃三十六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再快点。十一个饶佛十一口气，这个十一个木子十盏灯，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三层，十三个高桌五十二个腿，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，十三个饶佛十三口气，这个十三个木子十三盏灯，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二层，十二张高桌四十八个腿，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，十二个饶佛十二口气，这个十二个木子十二盏灯，十二个金铃四十八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十层，十张高桌四个腿，十个和尚十本经，十个饶佛十口气，那个十个木子十盏灯，十个金铃四十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八层，八张高桌三十二腿，十八个和尚八本经，八个饶佛八口气，这个八个木子八盏灯，八个金铃三十六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六层，六张高桌二十四腿，是六个和尚六本经，六个饶佛六口气，那个六个木子六盏灯，六个金铃二十四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四层，四张高桌十六条腿，四个和尚四本经，四个饶佛四口气，这个四个木子四盏灯，四个金铃十六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二层，两张高桌八条腿，是两个和尚两本经，两个饶佛两口气，这个两个木子两盏灯，两个金铃九八两，那风儿一刮三刮楞，三人数罢了玲珑塔，抬头一看满天星，地上看有个坑，那坑里看他冻着冰，冰上看那个有棵松，那个松上看他落着鹰，屋里看那个一老僧，那个僧前看他一本经，经前看点着灯，那个墙上看他钉着钉，钉上看那挂着钩，看着看着眯了眼，是西北青天刮大风，说大风好大风，这十人见了九人惊，这个刮散了这个满天星，这个刮平了这个地上坑，刮化了这个坑里边，这个刮倒了这个钉上松，刮飞了这个松上蔫，这个刮走了这个一老僧，刮翻了这个僧前经。